好，今天我们吃便利店串串，还有百香的老母鸡汤面。深夜美食最抚人心。哇，这个面条真的好筋道啊！让我来尝一尝它的汤。哇，这是一款可以喝汤的泡面。哇，这个汤也太鲜了，入秋来一口，整个身子都暖了。多，我好像生病了。嗯，怎么了？我好像得了晚上不吃东西就睡不着的病。我看你就嘴巴馋了。你吃的这个面还有吗？闻起来好香啊。有啊，我给你去煮一份。最近很爱吃这个百香的汤，好喝老母鸡汤面。没吃过的真的不懂他们家汤底的含金量。六个小时慢熬的高汤包，汤底是加倍的鲜香。平时在家饿了煮一碗，再加一些爱吃的配菜，满足感直接拉满了。看着满满的食欲感。而且他们家现在升级了双零哦，零添加防腐剂，零反式脂肪酸，吃起来更放心了。来来来，这碗你吃吧。哇，怎么样，好吃吧？真的好喝。评论区自己链接也可以购买哦，非常适合秋冬天囤一点在家里。我待会再买一些。嗯。哇，肉的里面都很入味。上的肉都不能放过。汤都喝完了，可以给我个串串吗？给你一个炭烤鸡腿肉串吧。完了，还一直看着我。你跟他说拜拜。知道了。最后忍不住把这个汤喝干干净净。那结束你就拍到这吧，拜拜！看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哟。